那先来说观念的问题，只要是观念正确，什么都是对的哦。人类的观念宛如是穿衣服，不管你穿什么颜色的衣服，都是对的，都是可以的哦。只要是观念没有任何的偏差，请看那神说，你会不会遇到无理取闹的人呢？家 Russian 认为，君子之间的交往应该要保持一段距离，小人之间的交往可能是非常喜欢黏着你不放的那种人哦。请看以下连结这一篇。穿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是对的，都是可以的，都是没有错的哦。但是例如你进了某家公司，你就必须忍耐着穿着他们规定的制服，因为你是在赚钱，就必须很忍耐着依照他们的规定。每家公司的规定的制服各有不同，也有比较开放的，不会限制你穿任何颜色制服的公司。回到家非常的轻松，没有在上班，你就可以自由自在，不受拘束，爱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就穿什么颜色的衣服。只要是你的父母家人没有管你，你就有自由自在的独立空间，可以穿各种不同颜色的衣服哦。只要没有影响到你，你不会有任何反应，影响到你，你才会有任何反应。结束。